饼很多不要紧，赢一个就行了。就会有一个拿 iPad 的那个人。哎呀，我哎呀哎呀哎呀！我先许个愿，有没有人不要紧，只要墙上有一张我的毕业照，就是去那个集体毕业照就可以了。一般有50多个人呢。一二三，走。全哥，你要不要先称称斤之类的？好，到欣欣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哇，好像没有几个，有一个，两个人，虚的人算人吗？虚的这个也算，这个算，这个算。全哥。我来。我怀疑何老师会有点悬。不会的，走你。风景画，我的天。动物乐园。没有人，何老师。没有人。没有。有一个两个，有。哪有两个？两个，喏。哦，真的有。长颈鹿脖子后面有。真的有两个。全哥。小鱼、希望鱼、海涛。全哥是这样的，浩哥。你做19个俯卧撑没什么，我做19个好大个事儿呢。要人命呢。来，给点面子啊，海涛，给点面子啊。好吗？是我好不容易来一回大本营哈，好紧张，全是字儿。海涛，你这样，你先背过去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先让我们看，对，先让我们看，不要啦，对，一二三，打。一个人，接下来一个包，接下来是这样的，两位比哪这两个人谁长得好一点？很简单，你们两个单独 PK， 单独 PK， 还有 PK 的，就再翻，谁的人数少，谁就要做19个俯卧撑，好吗？好，你确定你来了哈？全哥，我们给海泉掌声啊！来，全哥。没有人，上天上，照片上，墙上好多人，谢谢，有照片墙，这里，照片墙在，来，我就数照片就行，我来，给我细心数一下，这个我已经赢了，这个没问题，对，你先不要数了，你先看，海涛，海哥人品爆发了，你20个以上能赢，海涛，希望你能翻到一个那种毕业照，好吧，海涛来三。二，现在脸上都写了个衰字。三，二，一，走。开，有种。人呢？没有人，一个都没有啊！没有人。这个衰字，好衰啊！就算把这个拿掉，下面也没有。海涛都没有人，这里也没有人。海涛，你方圆四野都没有人。真的，你看到，哎，他方圆四野都没有人，这里都没有人，附近都没有人的，我没有。哎，你唱你的主题歌 ，Nobody 都没有人。来，Nobody。海涛，这对我可大个事儿呢。可以了，你最近不在健身吗？海涛，你要边。海涛，你可以的，我知道你一直在健身。来吧，预备起。对呀，都没有人要帮海涛吗？有啊，就是错。你要坚持一下，你就来来来，海涛，你给你麦，只说你征求一下意见，你看有没有人帮？有吗？这样，今天好不容易来了，这个你在这个三个老姜里选了一个陪你。我告诉你，你选有一个人，他绝对不会拒绝你。大凡哥，因为他老做。大凡哥，你记得吗？记得。他在歌手里面没事就做。我跟你讲，李帆哥可能到这个舞台，他其实有那个瘾，但是他又觉得有瘾，所以他一直忍。你们想看你做、哎？你们谁愿意就是拉着我的手，好不好？你们不想拉是吧？那你去拉，你去拉，但他可以不动。哎呀，太多汗了，哎呀，快回去、啊。我也经常出汗，就全儿哥陪我吧，好吧？全儿哥，你还真的知道我不能拒绝你。OK， 来，预备。